欢迎来到无限方舟。太酷了，我感觉自己来对了。您认为自己的实力能排到第几位，就请进入对应号码的房间。请注意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觉得我有那个能力，我自己相信我自己。能力越来越强。我对自己非常有自信，各种能力都是一。怎么说？上啊，走吧。我想选一个带七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喜欢七。我也是选幸运数字。对对对啊！我觉得能选十几都很厉害。反正就是我感觉就是论能力来嘛，纯是数据、身体素质跟训练表现。真的这么简单吗？不是，如果按照因为他刚才说的责任越大，我怀疑前面的就是 team leader。你想选几号？我可能会选47。47啊？对。大部分人想去选更靠前那个位置，我可能会更享受从所谓的最低的排名慢慢往上爬的那种感觉。你们选哪个？第一个。我选第一。我的理念是，如果我不觉得我自己强，那没有人会觉得我强。而且我就是为了争取那个才来的，不拿第一没意义。也不是这么说了，真的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这么个意思，是吧？什么意思？我倒不是个人第一来的，本身我的项目不占便宜。首先，你的心理上觉得自己赢不行，就来这里面都是想赢的嘛。我想看看这一怎么样。哎，你干啥？出来！你干嘛？干嘛？你干嘛？我选第一。你也来第一啊？喂，等一下。哎，要不，大家都想选第一，那猜拳吧，好不好？行。思维准备。反正都差不多，主打的一个就是运气哈，好吧？行，先拼运气。对，先拼运气。好，来，剪刀，不，去。反正到时候咱们再见，好吧？好的。赛场上见啊！运气大顺嘛，我希望以后的比赛都能够顺利。先占个前几名的位置再说吧。我算什么选手呢？颜值。哎，这么安详啊！安详。我们进盒，他平躺，感觉到了终点。呸！不知道下一批人进来看到我在第一，会不会觉得很意外？我叫张勋栋，曾经当过5年兵，我有个外号，他们叫我疯狗。我叫刘文龙，我是一名退役军人，16岁就入伍了。这样环境成长起来的人，内心是非常强大的。我叫朴正华，是退役特种兵。不管退役多久，在我身上一直都会保持着那股劲儿吧。我是许福利。我要证明的是，就是女生不比男生差。我叫冯丽，现在是一名在读研究生。我是一个1.5米的大高个，我会让你们颠覆对1.5米的认知。我是很享受跟男性做体能上的抗衡和竞争的，和他们比赛的过程会让我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。我是珍妮，我是一名力量举选手。我是无忧莫福瑞，我是一名热爱养生的街球手。
我的特点是技术很一般，作风较顽强。这已经是最黑怕的了，真不愿意穿西装。我是战斗，我是歌手，也是舞者。我是很四字快，而且我面对面的话，我的能力最好的是他们猜不到我工作什么样的。我叫刘浩然，我不是那个刘浩然，是爱踢足球的刘浩然。我是一个话不多的人，但是我会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。我叫秦宇辉，参加这个比赛，我想获得快感。我是来自广东汕尾的跑酷选手，因为跑酷毕竟还是比较小众运动，所以一定要多关注跑酷哦。我叫王阳，我是一枚野生运动极限博主。之前最火的这个吊环，还有这个爬桥，就是我是创始人。做梦，做个梦啊！我是大力士 Travis。我留在中国十年，我现在在传播这个大力社运动。我叫吴春英，平时自己在家我也不去锻炼，我也不去训练，我能挑起来1000斤，这是我的想象。等一下，我喊子，哎，积雪的积，这个比较重要的呀。等一下，积雪的积是什么？这，对吗？积雪，哎，差不多这样的吧，应该是。积雪，加油，有努力，有未来。积雪的积是对的吗？你有没有遗憾？如果没有，我就不问了。韩林，请正确输入密码。韩林，请正确输入密码。韩林。翰林，你的笔在你右手边的柜子里。密码设定成功，欢迎登舰。哇，肯定是呀，第二，我走了。Go for it, go for it.你想去哪里？我想去13、14左右。我觉得你可以做十。十？你十？你多少？我走了。我最后一排了。啊！我拿你多少？我想选一个 James Bond。不是，七。OK， you deserve it。哇，这个好陡啊！可以吗？花吗？这个有点。有点花吗？对，会啊，谢谢。啊，定好了，战斗的战士三，我也三月生日，所以33，三是我喜欢的数字，所以好，这个吧。因为我喜欢迈克尔乔丹呀，对啊，你看我的比赛里穿的也都是23号的，而且我主打一个中不溜，我这一不上不下，高层低不就，所以23号比较。符合我，对。你不下去？那下去干嘛？下面排名高啊。没有，唱歌都47了，很舒服。大家肯定都没有人愿意选47，应该没人跟我抢吧？你把这个让给我，我47岁，我正好选这个，正好。这个还有人抢的呀？有人抢，去吧。那咱俩一块儿呗。你坐45、46吧，咱一块儿呗，来嘛，一人一个。你上那边吧，我不行事儿，我还到背后去。我47岁，
那正好四十七，对象四十七。东北杨野如那大哥，他跟我说我今年四十七岁，老弟你就让给我。啊，两个人不能一宿。不能。去了，你别你不懂，我跟你说。那我为什么要往那边去啊？对，往那边去。没有什么意义啊，往那边走。我四十七岁，正好对应的正好。去吧，兄弟。哎，我这我爸岁数最大的。那我下去了，哥。好了，兄弟啊、哦，谢谢你啊、哦。没事儿，没事让我蒙了。他一时也不知道在找什么样的号码。说那你四十七岁，我二十九嘛。我二十九岁。我这件大哥的风格。现在留下的都是上面了，这有几个狠人。对。欢迎来到无限方舟，方舟即将起航，请各位队员更换礼服，佩戴通行证。我是李锦亮，一名综合格斗运动员。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综合格斗。我本是一名农民，通过综合格斗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李锦亮，你可以。密码设定成功。太逗了。哇，李锦亮来了，谁打得过呀？这一组太难选了。你知道那个棕色衣服，他很厉害，是不是应该在前五？去海滨也在努力。到目前为止，应该还没有说起冲突的吧？他们肯定有些会选手下的。亮哥，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一号。亮哥，把一号揪出来，我肯定要揪出来、啊。赶紧揪，毫不迟疑啊！选择吧。哎，瞄准了一号。我们不同意，肯定换不了。亮哥，给你换。我不换。Hello， 帅哥。哦。帅哥。哎，你好。小何。小何。对。亮哥，我看看你比赛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我打橄榄球的。橄榄球，对对对。你今年多大？26。你一直在这边？对，还是我一直在这里，就是在上海，我的意思。哦，不是哦，我以为你说一直在一号这里呢。哦，对，我不在上海，我是广东的。哦，你呢？我在北京，我在北京。哦，哎，亮哥，你想要这个吗？我想，我也想要。那怎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？我的选第一的理由，首先是我觉得我打橄榄球，我综合实力比较好一点。我体能，爆发力、力量都有。耐力也有，其次我有领导能力，我一直打开团队合作活动，而且还有一个点，我相信我是第一。Nice。如果我不相信自己第一，我没有人会觉得我是第一。哎，对，没错，你自己觉得都自己不可以，那谁还能觉得你？没错，我的目的也是冠军。没错，那我们两个是不是能做第一？没有问题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第一啊。没有问题。海盐大佬40号。